美中领导人再度会面，拜登总统当面呼吁习近平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昨天也自曝 AIT 致电询问蓝白河的背后是否有中国介入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则说，美国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不会这样询问。有帮助联合国的代表们组团来访，总统蔡英文在府内亲自接见。未来我们会更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，致力捍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，跟国际社会一起为全球和区域的发展而努力。而目前国际上最受瞩目的，正是在美国旧金山 APEC 峰会上登场的拜习会。会谈内容触及台湾议题，美国呼吁中方不要介入台湾的大选。叫我们去解释一下，这蓝白河有没有中国介入？至少我是没有收到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主动透露，美国怀疑蓝白河的背后是中国出手促成。对此，民进党的赖清德认为，美国会有这样的质疑，其来有自。美国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不会询问柯文哲啦。倒是比较罕见的，柯文哲竟然公开的在电视上把它讲出来，违反国际的外交惯例，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是不可以讲出来的。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柯文哲欠缺外交的训练，再批柯文哲的外交手腕不及格。而对于美国在国际重要场合声援台湾，外交部表示感谢，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，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。台湾的大选不止蓝绿白阵营激烈竞争，也成了美中双方相互较劲的战场。记者林晨杰、杨玉达台北报道。